想象力都是无人能敌的。文武双全是带形容词班，文不只考试会考的国、英、数、自然、社会，在其他方面如琴、棋、书、画，可是样样精通。武则是不管在哪里，不管对手有多强，都不会害怕。这次比赛也带了黑妞和白妞，绝对是一场漂亮的演出。现在请各位观众给高校的演出者热烈的掌声。